Yo guys, welcome to channel。 我们今天呢是这个非常特殊的怪物弹珠 time。 那么首先我们就先恭喜怪物弹珠突破500万下载啦，耶、yeah! ！然后呢，怪物弹珠也特别针对这一次呢推出了一个纪念活动，就是之前有这个角色创作的比赛，那么在这一次呢，金奖跟银奖的角色也已经出炉了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是要来挑战我们金奖的这个关卡，我觉得非常的特别，它将这个台湾的文化特色呢，完全的结合到怪物弹珠的角色里面，就是我们的金色香醇真奶的甜蜜诱惑。然后呢，这个关卡是会从4月22号到5月5号。那虽然呢，这个角色它是五星角色，没办法进化跟神化，但是我记得稍微看了一下它的数值，好像它的数值好像在五星角色来说是算蛮出众的，算是比较高一些的。那另外呢，它的关卡也没有非常的难，所以对于新手来说呢，是可以去叠到一个满运的动作。那在你拥有极运之前，你就可以先利用这个角色来去增加这个开宝箱的机会。好，那这个关卡呢，主要是以扫雷为主，然后好像会有一点点的反传跟比顿针，但比特顿，好不好？有其他的陷阱几乎可以去无视它，我们主要只要针对扫雷来携带角色就可以了。好，所以这一次的角色呢，就可以看到我们画面上带的这个赫拉 X， 然后蒲公英也是我第一次让他在我的影片当中出现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直接进入关卡挑战吧，因为这个关卡其实没有很难，蛮简单的。真奶。好，那因为这个关卡蛮简单，所以我就可能就比较详细的解说每一个步骤好了。那一开始呢，通常我一开始都是先利用友情技来打伤害。那另外，如果你的这个友情技有爆炸的话，在一开始你可以先不要碰那个爆炸来触发其他友情技，因为透过爆炸触发的友情技伤害会减半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小小的技巧，所以你可以去判断说你要利用爆炸去触发伤害，还是直接撞本体去触发伤害，触发友情技，因为那个如果是爆炸触发的伤害，它会减半，所以我觉得以友情技来说，伤害减半的话，就会失去了很少的伤害来源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要判断我们需不需要去触发爆炸的友情技，对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重要的点。好，那这边可以看到中间有一只这个传送怪，我觉得基本上可以不用理它，因为基本上这个关卡都是急而已，所以小怪的血量都不多。好，那没有问题，轻轻松松啊，我相信应该大家都已经可能都甚至有人已经跌到满运了，但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怎么讲，这是台湾特有的关卡，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拍一个影片，然后来做一个纪念，有没有？这个台湾特有的关卡，而且它的那个角色呢，还是跟我们台湾的特色文化一样。有这个珍珠奶茶，也是闻名世界的一个饮料，我觉得也算是台湾之光啦，好吧？好，那我们这边就先把这边的地雷扫，因为听说呢，这个关卡的地雷其实蛮痛的。好，这样没有问题。那最后呢，我们的这个蒲公英应该上下打就可以把两只小怪给打掉。OK， 没有问题。哦，王冠了，王冠了，王冠了，珍珠奶茶。来，我看一下哦。那这边我们直接先打这个，看有没有办法穿过去啊？不行，哎呀，
有，行，那因为它的血量也没有很多，所以我们感觉可以直接，我们直接进那个地雷里面，进王的上半部把地雷扫掉，然后应该可以直接把王给带走啊！怎么没进去？啊，没死！啊，扫雷啊 ！OK， 好，还行。没有问题，这关真的很简单啊，就是感觉就是出给刚接触这个游戏的人玩的，然后还有很大的这个纪念价值。哎，阿拉血怎么只剩一半了？哇，怎么这样？不过他，我们看一下这个角色，他旁边真的有珍珠哎，看一下哦，他长了羊角，然后旁边有一颗珍珠。可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算是。很值得称赞的一件事，就是如果自己所创造的角色出现在一个蛮多人玩的游戏里面，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怎么讲，就是很好的殊荣啊！我觉得就也蛮羡慕，也很恭喜这位这个冠军金牌的角色创作大赛的得主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直接把他再见啦！恭喜你的金奖啊！为我们台版的怪物弹珠创造了一个新的关卡，也是专属于台湾的关卡——珍珠奶茶。恭喜你，干杯！哦，一颗。啊，那这个呢？它的活动会持续到5月22号，其实还蛮长一段时间的，所以。我觉得这个角色是可以去，如果不叠满运的话，至少也要存个一只留着做纪念，因为通常台版的限定角色，我都会把它打到一只或者是得到一只，然后来有一个纪念的价值。那当然它的数值可能就没有一般的弹珠有上场的机会，但是我觉得它可能在某一些关卡还是能够有出场的机会，因为它是一个。反船加宇宙杀手的双被动的弹珠，虽然它的数值不高，但是它的双被动应该能够在某一些关卡有一些发挥的空间，好吧？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珍珠奶茶关卡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啦！影片结束哦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在下面帮我点一个喜欢，并且在这边订阅我的频道。Rocket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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